因此帮忙苏秀完成，圈了不少的人才，例如王兆林及其简历。尽管他在台南市南因工伤后仰巷子里游，依日本是佛寺，而其宗教修持观念也与我们有所差异，但是后来宝光方面有很多人才都是出自这座佛寺所点传。台南开山路区公所后门的巷子里有一处战时遭盟军飞机轰炸过的破屋，机楚祖顾祥林先生将他修复了一番，设下道台。民国37年光景，顾祥林到林内办到需要三才，于是我便率领张长江、马仲林前往支援其开台，并亲自为顾祥林带行上下礼。这虽然只是芝麻绿豆小事一桩，但是起初当年彼此都认为极其平常，互相帮忙谈不上当仁不让，替上天办事怎么敢分彼此计较，你与我，我与他。然而事隔数十年，到了今天，道场上门户林立，壁垒森严，似乎世道清来往如林大敌，谁也不想不敢较劲对外接触，这样淡漠歧视的眼光心态与襟怀又如何谈包容圆融，又能见到成道抚今思习，不甚扼腕叹息。怎么说呢？只能说时空转移的结果吧。